这个 Plastic Love 先要介绍一下哈，大家听说其实这个 City Pop 这个词呢，大概在80年代这种乐风开始流行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所以后来才归纳出来这个 City Pop 这种曲风哈。那这首歌 Plastic Love 大家听过举手。好，请问大家从哪里听到的？竹内玛利亚。对，竹内玛利亚没错，他唱给你听的是吗？竹内玛利亚。从 YouTube 上面，估计大家都是从 YouTube 上面看到，对不对？这首歌呢，其实很有意思，它1984年的歌，大家在35年后才红起来，因为靠 YouTube 的关系，因为演算法关系，让这首歌要红起来啊，所以这个谢谢 YouTube。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今天就是有机会可以唱到这首歌，觉得很开心，对我的偶像竹内玛利亚致敬，耶！那我们也同时向竹内玛利亚的先生祝致敬一下，祝致敬一下你的。对，就是今天就是向竹内玛利亚以及她的老公以及她以前的团员一起致敬。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山下达郎的歌。叫做 Right on Time， 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 Right on Time， 会的就一起唱，好不好？ Yeah. 因为很高，我可能会破音。而且大家有看过那个日剧，有一个日剧叫《Good Luck》的主题曲，有没有？啊、oh. ，那个剧很难看，但是。难怪我没看过。我可以来帮那个去姑娘来听看歌哈。Thank you.
好，大家觉得好听吗？好听。Okay. Yeah, 好。我们刚刚也介绍 Pia 跟宇秀，宇秀有介绍吗？没对，宇秀没有，哦，一早漏掉宇秀。好，那宇秀应该大家也都很熟了嘛，对不对？之前在星光大道很有名嘛。我不是星光的，我才是星光的。没有，反正就是选秀的那个嘛。是。来，宇秀，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宇秀，好久不见。嗨。最近应该大家可能看到我跟 Pia 在一起。对，因为我有时候会有演唱会，然后我会请宇秀来帮我唱和声。对。然后我们今天刚好又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唱。没错，又有一起。一起有机会可以唱这个日文歌。对啊，因为平常都是唱我的歌，是不是有点腻？也是蛮好玩。说实在，跟 Pia 都是蛮好玩的。哦，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自从上次帮你唱完的，我其实你的歌之后我都会了。对，而且连我儿子都会唱了。连你儿子都会唱了，他都会说：“妈妈，那个小清新帮我放一下。”儿子今天有来吗？当然没有啊。哇今天就是很难得啦，就是可以跟 Skyline 合作，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一直以来都很想合作的乐手朋友们。对啊，然后今天凑在这里一起唱一些我们都很喜欢的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爽？把这里挤爆了，觉得很热。那我们要继续带来一些很经典的 City Pop 的曲目。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Telephone Number， 这是大桥纯子的歌。对，如果你会唱就一起，如果你不会唱，听了两句你就会唱了，好不好？看我们的嘴型就知道了。好，来试一下。
今天要挑战这个舞台最大化。来来来，你可以集结。我们等一下站位之后呢，我们来数一下台上有几位。好，趁他们的换场的时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好了。好，你们忙啊。那下一首歌叫做那个早上四点，对，然后这个是大冠庙子的歌。大冠庙子就是山下达郎以前组团的团员之一。对对对，但我只知道这样而已，请注意是补充。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叫大冠？哦，蛮特别的。不过我对日本的一些这些歌手，老实说真的还蛮不熟，一直到听了《开始跳》之后，才去寻找说这些有名的一个曲子。对，以前我完全不知道。然后这次这个曲目，我们就是挑了，就是可能跟山下达郎他们这个年代有关的一些排行榜的经典名曲，然后来呈现给大家听一下。对，所以大冠庙子是山下达郎的前女友吗？是，所以是真的。哦，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吗？只有我不知道。好，我知道了，谢谢。因为老婆只有哦，老婆只有一个，女朋友、前女友可以有很多个。哦，大家请睡了。好，那因为这首歌就是乐器的这个成分非常的重，所以我们来数一下台上有几位。来，我们从舞台的最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来八、九、十。十一、十二，哇！成就达成。请问 Only Moody 有曾经塞过十二位乐手吗？有更多的吗？就十二个，哇！那我们今天也达标了哈。十三个，那立场躺在前面好了。好。那因为这首歌乐器的成分蛮重的，所以就是今天出动这么多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歌是我开的。我那时候还问苏医师说，那个前面有个那个长笛的 solo 那个怎么办啊，我们有人会吹吗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张毅老师。对，你是因为这首歌被 Q 来的吗？应该不是吧。哦，对不起。我再听听完了。效果了。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好，这边有点拥挤哦，可以再往这里靠一点点，没有关系。好，那我们要来喽。好，这首歌叫做《早上四点》。
好，这首大家觉得好听吗？我们听到动感的一首歌，对不对？然后很热闹，对啊，这个有这个大乐，这个蛮大乐团的一个编制，听起来那种就是一起热血的感觉是不一样。好，那刚好还没介绍我们的台上的一些管乐手，对不对？那我们来介绍最近非常红的，这个由我们的朱比潘，对，朱比潘带领的乐手和。第一位就是朱比潘，对，大家可以上网路，他常常要找找朱比潘，现在找到了。好，第二个是轩淼啊，林轩文，林轩文，你找好他。那左后方的是 Amy， 何雅怡，然后在右手边的是玉轩，梁玉轩。最右边的是我们的李晨宇老师，这是我们的团员。老师，我一首。不过老师学生太多了，他不会清楚这件事情。是这样，哦，那太好了。好，这边还有一个。还有。OK， 那最左手边就是刚刚介绍的。为了五百而折腰的，哎呀，对啊，现在很红的一个我们上次那首，他是我们 Skyline 前面第一张跟第二张专辑的上次那首《鲁香友香蕉》，然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音乐工人，最近也很红哦，就是推出很多那个 cover 的影片，对不对？有 cover 谁？有张惠妹的，对不对？没有。那个是那小兵，对，啊，那个什么，那个很多太多了，好，抱歉，因为我也是有段时间没有发了，我看一下。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就是 Tia 的创作曲。是，这是我的歌，这首歌叫做《难搞》。那我想问一下 ，Tia 这一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忘记了，去年吧。对，应该是去年。走，那怎么样会有一个灵感想要写这首歌？好，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有一天跟我的音乐人朋友一起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们女创作歌手都很难搞，哎，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有吗？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陈叉叉，张叉，好，讲到这里就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听说很难搞这样子，然后我居然被列入下面其中一个，这样子，我说好，难搞怎么样？我然后就写一首歌这样，对啊，但这个歌其实是想要讲说，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人很难搞这件事情，而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对，然后大家要好好的守护、珍惜自己拥有的特色。因为你身边的人一定是因为爱你这个特色，想跟你交朋友，或是想要跟你 do something。对，所以就是这首歌送给大家，就是好好珍惜自己的特色，难搞。
版本真的是太旗舰版了。大家觉得厉害吗？厉害，今天的压轴了，刚是最后一首歌了，对啊，谢谢大家，那大家拜拜哦，那我们就留下来喽，要不要让多讲几声？对啊，没办法，就是有点晚了，最后一首歌了。那我们请苏医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校长是什么感觉？好。那这首歌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日本的方格子乐团的名曲，叫做《It's Magic》。那这首歌也是动感动感，哎，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在玩台上大风吹的一个游戏。我们也要大风吹一下啊！对的，好。这样如果有在台上演出的人，应该有经验，就是在这么样乐器多的舞台上面，你事实上不小心，只要这个一踩错步啊，你可能就会拐到别人的东西。对。对。那例如说，之前我最想看到一篇有新闻，就是好像是有街头艺，然后是一个大提琴手。他是大提琴，好像他就把他倒在路边，然后结果好像就有人路人走过去，然后就撞了，然后他大提琴就啊，然后就好像尾巴那个针就断掉了。对，天哪，很可怕。他眼睛长在，长在，没有，他没有长眼睛。啊，原来是这样。哇，有点过分。就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乐手虽然就是在台上表演，好像看起来很轻松，事实上除了练习之外，也要把自己的乐器保护好。对，是自己吃饭的家伙。嗯，蛮重要。我刚刚就很怕提到老师的长笛。你说看起来，哦，可以，真是各种对不起他。好，最后一首歌了。那我想说到了最后一口，我要特别的谢谢今天我们的场地欧弟古弟，有老板 Chris， 谢谢欧弟古弟，谢谢。谢谢我们的飞哥，谢谢我们的山南哥，还有所有在场的哥，还有我的偶像诸葛亮的诸葛，真的很开心能够第一次来到我第一次演出，你先弄啊，开心精英，没事，就是很开心能够来到我的故事第一次，好，那感谢我们要带来我们今天的 uncle 最后一首 T Square 的作品，而且这首歌比较特别哦，大家听到 T Square 听到好几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它是演奏曲，对不对？都是没有 vocal， 但是这是 T Square 应该是唯一一首 vocal 的歌，就是这首 It's Magic， 而且是跟老外合作，那个是原曲，是这个应该是那个一个老外填词，一个女的 vocal 这样子，也是从头他们四十年。的历史中唯一一首有 vocal 的歌，对，就是这首，带来这首 It's Magic， 谢谢。
秀，掌声抽。谢谢。可以听到了。欢迎龙昌，陈二强吉他，王一中吉他，李成毅，鲁湘荣萨克斯风，管乐组卢米台。这个 P 啊，对，这个粉丝团，还有我们 Sky 的粉丝团，还有这个 Ruby 潘的粉丝团，还有谁 ？Jessie 叔的，不用追叔，不用追了哈、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啊，对了，贝斯人刘芳武。先跟大家放后面，大家走。然后我再。